来，这是您办的尊享贵宾卡，您收好了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本周的课，您现在就可以在公众号上自己先约一下了。您看一下，我们的课还是非常丰富的。上次那个会员他选的是什么课啊？哦，您说的是江喜是吧？您可以看一下那个塔巴塔的核心训练。这个手链很贵吧？我看中了很久都没舍得买。基础款不算贵，奢侈品牌还不贵啊。你男朋友很有实力吗？我男朋友说，女人就是要带这些东西，才能衬托自己。戴在我手上不是多少钱，而是他对我的爱。真要爱你，倒不至于买一个基础款，来让人明码标价。你男朋友多大？跟你差不多。是吗？这个年纪的男人还这么有实力，算是王老五啊。有结婚的打算吗？我男朋友已婚。好的，同学们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。来，大家站在垫子的中间，我们现在进行双人瑜伽。那有请我们黑色衣服的同学一起上来双人瑜伽，然后其他同学也可以自由组队啊。大家可以双手搭在一起，双脚分开。现在开始和我一起进行双人瑜伽。当第三者，爱情来得晚了一点，但是这种事情不分先来后到。把偷和抢说得这么清新脱俗。能够抢得到、偷得着，那是本事，不是谁都有的。别把一时的快活当成天长地久，在他眼里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上课，动作不熟练。有没有伤到？检查一下脚踝。我没事。对方虽然是高管，可他所有的股权都由别人代持，一旦离婚，你一分钱也拿不到。对，是，是这意思。法院虽然支持精神损害赔偿，可能判给你的只有2-3万块钱。所以我建议，如果对方真的有婚内出轨的迹象，你一定要考虑一下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。别等到正式离婚的时候才发现家已经空了，未雨绸缪总是没错的。你稍等一下。对，夫妻的婚后财产是共同的，但是财产的知情权却非常有限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对方有多少钱，你很难能够查明。我老公说啊，上次他没研究就随便买了一款理财。但是我看上次你给我的资料里面有一款高端保险还不错，我想再了解一下，如果合适的话，就把上次买的，包括这几款开放式产品，都转成那个保险。哎，林先生没跟你说吗？他名下的那几款开放式产品，几天前已经全部赎回了。哦，是吧？嗯。那他可能忘告诉我了。喂，林霜，爸妈买了很多小菜，说晚上过来烧饭。他们也很久没看果果了。嗯。哎，林小姐，您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。嗯。好，你忙。
哎呦，果果宝贝儿，来了！哎呀，哎呀，你叫爷爷有多想你吧？哎，你好，哎，哎，这个周末跟爷爷奶奶回去住两天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领你去野生动物园。回来了，香喷喷的鸡汤。哦呦，看啊，香喷，赶紧洗手吃饭啊！哎，当当当当，我今天这个鸡啊，是特地一大早去集市里为农民买的，这可是农民自家养的鸡啊，不吃饲料的，就放在地里捉虫吃。补的嘞！哎呀，现在超市买的那个走地鸡呀，都不是正宗的鸡。我买的这个鸡，那才是地地道道的走地鸡。来，喝一点啊！我是盯牢他杀的啊！嗯。哎呀，我也就沾沾儿子的光啊！要平时在家里，哪有这待遇？哼！哎，你说什么呢？啊？搞得好像我平时虐待你似的。说话要凭良心的哦，我们明明嘛，真的很辛苦，一天到晚都是为了这个家，那我不给他补，谁给他补了？李叔啊，我今天真的这个鱼啊蛮嫩的，来吃一点。没事，妈自己来，自己来。明明啊，嗯，我看你最近哦都瘦了一大圈了，脸色也不好看，妈妈嘛。一个月也难得来给你们做几次饭，你今天一定要多吃点，喝鸡汤。来，哎，对了，银行给我推荐了一个高端保险，看着挺不错的。我琢磨着把家里这几个开放式理财都转成这个。咱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给果果存个教育金。啊，保险是不是得研究研究啊？也不能一拍脑门就买吧。忘跟你说了，那钱我着急用，都转出来了啊！啊，这个时令菜腌多鲜，很鲜的，吃，嗯、吃呀！转出来了，嗯，转哪儿去了？那笔钱买别墅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难得有合适的房源哦，那人乌泱乌泱的，抢都抢不到的。我们家买别墅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没来及跟你讲，等吃完饭，我给你好好汇报汇报。果果，先吃饭，嗯。去，你们先吃，你们先吃。生气了？怪我，怪我，怪我。给我解释清楚，老婆。首先，买房子是不是投资？而且现在房市很稳，那房子一天一个价。我之前有个客户就做房地产的，手上正好有几套内购低价房源。你看，户型图就在这儿呢。啊，黄金地段，而且这户型啊，稀缺户型。我想买房子，肯定比你说那保险要划算，稳赚不赔。当时我要不买，那别人就定了。情急之下，我就没有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所以说，这个房子写的是你爸妈的名字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写谁不一样啊？老人家就在一个名分，我们做子女的就哄他开心开心。我们家就我一个。他们的不都是咱们的吗？是你的吧？那我的不就是你的吗？我们两个人是夫妻。哎，你说这个林霜，问东问西的，搞得跟审犯人一样的。是，我老早就跟你们讲过了，这种事情呢，要事先跟人家打个招呼的。你看现在好了，变得我们偷偷摸摸，好像理亏了一样。自己不工作的，管钱管的倒是挺牢的。你不也这样的？说谁呢？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你刚才没回来之前，爸妈就说我了，说这事儿应该提前跟你商量一下，说我们这儿媳妇非常孝顺，主要是心疼他们。
心疼他们。那我跟小苹果谁来心疼啊？我心疼啊。咱们家上上下下的事情，不都是你在操心，你拿主意吗？这么大的事情能瞒着我？没有瞒着你，我要不买就让给别人了，我都是你的。好了，不生气了啊，吃饭。咪咪，你们来吃饭了，凉了呀。来了，不生气了啊。咪咪，来吃饭了。来吃饭，吃饭。味道好喝吗，果果？好喝。嗯。咪咪啊，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？那个钱要看紧一点儿，家嘛是林双当，钱总归是你挣的吧？你要抓在手里捏牢一点，捏牢一点呀！我知道妈，先吃饭，来爸，来，奶奶喂哦，奶奶喂哦哟。林双，我们走了啊。老婆，喝杯柚子茶，消消气。今天这个事情肯定是我错了，教训我一定会牢记的。以后咱们家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我都第一时间给你汇报，由老婆大人亲自拍板决定。果果保险的事情你放心，到了年底，我年终奖一发，我就给他存上。咱们家就果果一个孩子，不管是房子还是保险，不都是他的吗？别聊那么远了，你女儿明天运动会。你可老早就答应他要去的，你只是记着呢。明天本来有个会我给推了，不管多重要的客户，多大的单子，果果最重要。我们俩都约好了，组合名字就奔着夺冠去的。嗯。